可以检测各种变异种病毒。好，下一张。好，下一张，当然病毒还可以。好，那最后它的真正极限到还蛮低的，就是明年前往。下一张。好，那是内容物，下一张。那这个都留给各位参考就好。检测方式，下一张。好，下一张。好，我用这一张来作为今天报告的结束哈。那这一张是说，虽然快筛的检测没有办法像 PCR 这么好，可是有很多的重要的文献说明什么呢？当你连续检测的时候，它所得到的结果是好的。特别像在学校，你连续检测呢，因为它可能病毒让它上来，你第一次检测。